Hey, 大家好啊，录埋呢单翻屋企啦，就讲2021年嘅6月16号啊，星期三。哇，最近真系好，好似超级多成交，即系6000啦。系啊，睇唔到咁多，总之我努力地买紧货要。业主有冇放手记住揾我，好努力地买紧货。呢间加埋呢一单就坚噶啦，就注册成交咗，就讲成40尺面啊，呢度40尺面，80尺深度啦，大概。咁就讲紧系注册成交咗，升到都前排报道咗噶啦，就成交咗8380万，你睇到入边咧好深噶，你就当每一间嘅时候就4000、12000咁啦。每間四千二萬，好大間嘅，咁就講緊係深成80尺嘅，好深嘅，咁啊影響成棟大嚇，影響成棟大，咁突然間睇車啊，咁總之呢度嘅時候咧，就原本業主69年嘅時候12月份啊，就用152000蚊買入嚟嘅啫，咁啊就變咗持貨嘅唔知幾多年嘅時候就升值咗呢個嘅52年，升值咗550倍啦，升值咗550倍。因為呢度咧，呢度咧你睇到咧，呢個就跑馬地啦、黃泥涌道啦，全部都係高級家私段噶啦，但係比較走下坡啲。咁啊嗰邊嘅時候就去翻跑馬地嘅核心嘅位置啦。嗰陣時有間 Panasonic 嘅鋪啦，我就話成交應該4000多萬到啦。你炒翻你跟興嘅黃泥涌道見到啦，所有啲成交噶啦。嗰度咧我又話有間鋪曾經係大市場6000多萬咁樣樣啦。咁啊，但係好似之後就 turn up 係應該係內部轉讓咁啦。To be exact 咧，睇翻真啲資料咧，就應該兩間都係蝕讓，一間6900萬。咁啊，嗰間家私鋪啦，另外一間就係成交3900萬啊，嗰間 Panasonic 啊，兩間都係蝕讓，兩間都係最近嘅事。我錄過條片嘅，你睇翻啦。咁之後呢一間嘅鋪頭咧，咪 Lordman 同埋側邊嘅有間吉鋪啦，已經樓上啦。咁啊，呢個位咯，8000多萬擺喺呢度，即係4000多萬，好大間，真係好大間，好大間，係好大間。租值啊，所有嘢未有喺手啊，但我估咧，可能都係業主自用啊，咁啊，唔知點樣成計人方式啊，點樣又賣翻出去咁樣啦。咁啊，我過去對面俾你認真啲，蓋個樣先。好，從呢個角度望得到咧，總之就係呢兩間鋪啦，每間鋪你當佢4200萬到，加埋起嚟嘅時候就8300多萬就成交咗啦，已經動大嚇。咁啊，跑我哋呢度啦，咁啊高級地段噶啦，即係做家私。不過整體上就比較弱啲，我知道呢度租值就弱啲，都開始有吉鋪啊，比較會多啲。同埋我啲家私鋪咧，因為入咗商場，好多時入咗商場，反而建材咧就唔會入商場，咁所以就呢度我會，如果投資呢度小心啲啦，望多次啦。嗰邊咧就 Amigo 啦，嗰邊 Amigo 嘅地方就係我2004年咧，叫我老婆做我女朋友就喺 Amigo 嗰度，30號仲記得，2004年3月30號叫我老婆做我女朋友，好似當求婚啫嘛。總之 OK 啦，呢間嘢啦，咁我感覺呢個4000多萬咁大間 ，OK 啦，一個我覺得一個五分位，始終好大間，真係好大間，你望嚟真係好貴心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個小拍物地個地段咧，應該似樓上啦。咁啊，業主，總之記住，有鋪放售嘅時候揾我啦，努力地買緊貨，好啦，今日要有5億貨，係咁入買貨啦。各位買家，